么想也不可能想说我会得癌症，是因为我就时常来就是要做十二次的化疗，头发就是也是一样一搓一搓，我所到之处啊，房间啊，厕所到处都是我的头，回到我又在做化疗了吗的感觉。然后头发就是慢慢让它养回来，因为长头发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应该要去后天就是帮他做一些保养，对啊。然后所以我就上网就一直找，就说有什么方法，有些妈妈网站嘛，嗯，说有什么办法长头发、啊，因为我本身的头皮也是容易出油的，嗯，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妈妈都推荐我康定洗发精、嗯，它是完全就是天然无人工添加的，所以它就是可以让我头发好像有可以呼吸的感觉，嗯，就对啊，然后而且洗完很蓬松，哇，也太神奇了，真的明显感觉到，就你每天掉发的数量你是可以自己可以观察出来的嘛，就是真的变少。用完第一个月以后，我发现不掉发以后就太神奇了，对，然后很巧的是，因为我有刚好两个我自己的朋友，他们两个异口同声都说康定， 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康定？